迎风奔跑，拼功夫闯大世界，一身热血燃烧，闯出人间正道，要不邪恶起来，英雄出自少年，心下仗义最自豪，少年云机鬼在找宿主，快追！你们在找什么？我们在找蝉嘴猿精。你怎么连不该说的也说了？我才不稀罕呢！我刚才看到长城那边起了点小火。可能就是猿精掉下去的地方。长城那边，走吧。贪吃是人的天性。馋嘴怪，就让人们都吃饱吧。找了一整晚也找不到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你肯定是在这里吗？是秦京这小子说的，见到馋嘴猿精掉在这里的。我真笨，南宗的人怎么会这么好心，一定是秦京把猿精据为己有，误导我们来到这里。南宗没一个好人。何出此言啊？秦京，是你骗我们说猿精掉在这里的。什么？戴乌龟帽子的人，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昨天晚上我收服了馋嘴怪，猿精掉下，是姓秦这小子说猿精掉在这里的，可是我们找了整个晚上都没有找到。绝无此事。李正，你想清楚没有？还想抵赖？程孝新可以作证。是的，他说的时候我也在找。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，你不会是被那个馋嘴怪打得发病了吧？你们亲眼看到的，有古怪。此事有蹊跷。我的预感告诉我，亲眼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你看看吧。哎呀，是谁踢我？是谁踢了乌龟呀？可恶！昨天晚上的秦京，是猿精。猿精鬼在找宿主，快追！你们在找什么？我们在找馋嘴猿精。你怎么连不该说的也说了？我才不稀罕呢！我刚才看到长城那边起了点小火，可能就是猿精掉下去的地方。长城那边，走吧。昨晚秦京说话的声音跟现在不同。真的吗？这件事一定大有文章。秦京，我相信你。分头追查，小心为上。小我一岁的前辈，我这样相信你，你起码也得请我这个大你一岁的后辈吃碗馄饨吧。成功之日必作回信。又来这一套，你这个前辈是怎么当的？我的预感告诉我，这些人有点不正常。
暴饮暴食。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暴殄天物。啊！全部人的内心都已藏有暴吃的负面情绪。要把每一个人清理了吗？果真如此，面条全卖光了。我还没吃饱呢，吃饱不行啊！我还没吃饱呢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马一成快断粮了，马一成快断粮了！断粮？马一成怎会断粮？去看看究竟。哎呀！哎呀